大家好，我是米可，虎年大吉，这年终于过了，接下来我们要准备开工了哟。这是我们这次要改造的猪圈，年前我们把该拆的都拆了，里面杂乱的东西也都清空了，然后把清下来的建渣直接回填，再拉了一些土过来把它平整好，就是这个样子。和老爸意见不统一的这堵墙，今天我还是决定把它拆了。今天艳阳高照，换好衣服说干就干。拆墙这种事情我也是第一次干，刚开始不知道方法，只知道蛮力，慢慢的掌握住诀窍，有些地方一翘其实它就能出来，还能保留砖块的完整性。城市里面大锤八十，小锤四十，还要担心扰民的问题，乡里这些就不存在，而且还有人围观，谈笑之间时间就过得特别快，手上的锤子抡得也更有力量。只是整个春节都忙着吃喝玩乐去了，这冷不丁的干活手还是会很酸，干着干着还是有些乏力的。刚好这时候老公从外面回来了，这个免费的劳动力不用白不弄，这过年长了一身的膘，刚好趁着这个机会让他运动运动。其实我应该给他解说一番的，算了，大家还是看到表演吧。大家好，我是米可。事务已过，这年就算是真正过完了。这个墙砖推下来，真不忍心让它当建渣用，或者扔掉。所以今天踢砖，看能捡出多少好砖来。真得三公公的真才。我这条活都干不成了，每天你不一下我都出不来。对于我来说，能旧利用就是挣钱的一天。那我感觉这个还结实的嘛，才不用烤的。啊，你这个还结实的嘛？那个是加水泥的嘛？啊，你那个也要把它烤了？啊，我离我远点儿。就是边干活的时候边有人捣乱，其实也不算。只是没干过这些活的老公有点不知所措。我老公是属于那种指哪打哪型的，你得给他安排具体的工作。你看，我让他把那个可以用的砖给我堆在一块，方便我砍，他就做得挺好。一下午呀，我就不停地在这敲啊敲啊，看上去这些砖块上面结合的混凝土是真的很难敲下来，但其实它也是有小窍门的。我爸跟我说，要当好一个好的粘瓦匠，刚开始的时候师傅都会让他去敲半个月的砖，现在看来可能都是有用意的。第一，练耐性，受不了了就不能入这个门。第二，练手感，生活学习也是这样子，万事都有它起始的顺序，做好第一步才会有第二步。而且在墙角的这堆砖砍完，墙角的位置空出来，再来砸下面这堵墙，那就快很多了，少了很多阻力。看这个过程是不是特别的解压？哦，可真帅不过三秒，还在庆幸暗自窃喜自己还挺厉害的，结果老天就给你找了一个记忆点，习惯了疼痛的独自承受，拍一拍继续砸，终于在我不懈的努力下，这堵墙被我拆完了，收拾收拾回家吃晚饭。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我是米可，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有点肿的，咱们今天能把架搭好没关好，可惜天空不作美呀、啊，刚拉回来就开始飘雨了，有下雨了，所以把这边架子搭起就得行了哟。看这架势，老天爷又是要给我们放假的节奏，
只要不干活，我爸一般都是找他帮忙。看他这状态，今天的局估计又是约好了。昨天天气好，想着今天要搭架子，所以钢筋拉回来就着急把墙敲掉了，这样我爸搭架子的时候就会快很多。本来想尝试自己搭的，我爸把我弄不好。这连续下了两天的雨，今天终于放晴了，太阳都出来了，终于可以继续接下来的工作了。上午我爸把前几天架子做了修缮、找平跟细节的处理，让它更稳固。这些活我爸是不会让我上手的，所以我也只能打打下手自己东西。这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吧，即使感觉自己能做，我爸也不会让我上手。不过这天气也怪得很，出一会儿太阳就阴下来了。吃过午饭，我爸就去打朋友那把关门的板材拉回来，我们两个一起开始搬模。老爸在上面搭，我就负责在下面递送材料。之前还有粉丝开玩笑问我搬得动钢管没，那必须对，自我感觉我的力气还是蛮大的。自从回乡里面以后，我的肱二头肌就强壮了不少，说话间的功夫平台就已经搭建的差不多了。拉回来的材料也用完了，但好像不怎么够，还差点，于是去村上的废材料厂再买了一些回来。带的铺好了，一些地方可能需要用到电锯，因为有些地方需要镶嵌，不能让它有缝隙，于是去隔壁邻居家接了点电。有了工具的辅助又快很多，差不多又干了一个小时吧，马上收尾吧。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我是米可，感谢你的观看，我们明天再见。昨天我们把架子搭好了，墙体有些漏洞，今天要给它补上，要补到跟上面板的高度一样。其实我敢这样拆改我们家猪圈，最大的一个原因是我有一个手艺好的爸呀，更重要的是他愿意陪我折腾呀。我爸以前修建的房屋都中规中矩，没有什么设计感，也总说我的想法是天马行空又浪费钱，暖和了，但是行动上却总在替我思考用什么方法最省钱又能实现我的设计。而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又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我爸也在感叹修了一辈子的房子，说的最后一个徒弟竟然是他的女儿。这30几年我在我爸心中的印象也许是一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人，我们也从未在一起讨论过这些专业问题。在我的印象里面，我爸是一个不着家的人，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要不就是在干活，要不就是跟朋友喝茶，家里永远只有我和我妈两个人。但现在这样的相处跟说话也是此前绝无仅有的。但不管怎样，我爸已经不是以前我印象里的那个工具人了，也更加确定我回乡的选择是正确的。吃过午饭，订的材料陆续都拉过来了，但是看着进度，今天好像定不了。原计划是下午3点钟之前我们把铅梁砸好，钢筋结构拉好的话，我们今天能把铅梁打好，但是砸钩只有一个，所以我跟我爸只能轮流换着砸钢筋。把四边的铅梁连接在一起接好都已经快下午3点了，其实这才完成今天预定进度的1/3。接下来把每一根钢筋扎起来，这个工作量才是最大的。反正我今天砸钢筋扎的手蹲的脚麻，但是这个过程真的很解压，比在健身房有感觉多了。如果你生活当中遇到很多压力，想发泄又发泄不了的话，强烈建议你去工地扎一天钢筋，瞬间你就会觉得什么都不是事儿。这就是我们今天一天的劳动成果，天也快黑了，收工，明天再继续。昨天扎好钢筋，今天我们要开始浇混凝土了，我爸这是在做最后的检查跟调整。李叔今天也过来帮忙了，后天他就要被女儿接去城里生活了，估计要好几个月后才能回来吧。今天的工作说实话没啥技术含量，全是力气活，因为面积不大，所以呢我们也采取的最原始的传递方式。除了我老公的那个位置，所有的岗位流程我都参与了体验了一遍，没一样轻松的。那接下来呢，我就把音乐的声音开到最大，大家静静欣赏吧。
天打完地面的橡胶，今天要把梁铺起来。大家猜一下，我们为什么要用布把这个板子铺起来呢？因为这些材料都是借来的，如果像工地上一样提前打磨出好时间还不到的话，一些板材没办法折叠锯断，锯断后再还回去别人也不好用了。所以我们板模具上面要做成布，这样就便于脱模，它就变成一个模具了，做一段再取下来做另外一段。虽然看上去麻烦一点，但是还回去以后别人还能继续用，不好灰再给模具撒点水，你就可以往里面灌混凝土了。昨天评论里面有粉丝说我不去干工地可惜了，也有说我找的不是老公，而是找了一个劳工。其实我觉得人的潜力是很大的，当自己想要一个结果的时候，就会发现永远都是方法比困难多。很多时候我们不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拿不会当理由，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实践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不会太熟练，中途也想过很多次会要放弃，但就是这样的过程我们才在不断的成长。在我的字典里面，做不一定有进步，但是不做肯定没结果的。做好一段以后休息一会儿，我们开始做另外一段，是有点辛苦，此刻我们都已经满头大汗了。人好像都是这样哦，太容易得来的东西都不知道珍惜，因为没有经历从无到有的汗水和参与创作的成就感。就跟我老公一样，从不操心参与我的设计，提了两条腿以后马上就开始补习各种装修知识，这里要放什么，那里要摆什么，要用什么材料，多少钱。虽然很多想法我不认同，但是他却主动自己参与进来，这就算一种成长吧。拜拜了，拜拜了。也印证了那些谚语，夫妻同心，其利断金。有这样的氛围，我更加的坚信我们的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夕阳西下，一家人说说笑笑，这梁打得也快接近尾声，马上就好了，再把昨天打的水泥地面撒点水养护一下，今天可以收工了。到这儿呢，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休整两天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我是米可，记得关注我哟，给点小小的鼓励，有动力拍摄更多的视频给大家。手机前的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在很忙的时候突然之间闲下来，瞬间是不是觉得特别难受？你看我闲得发慌，已经开始倒水泥板了。伙伴都在说我一天没事干，搞国仓。自从回家以后捡了好多老家的方言，连我老公都学会了不少。大伙伴，这两天现在的楼顶干得差不多了，今天开始砌墙，墙砌好就可以拆模子了。大家好，我是米可。这个墙用的砖是我们以前提下来捡的旧砖，至于要把这一块拆了重新砌呢，原因是以前的墙它是有很大的裂缝了，已经不能再使用了。村里的人呢就说我们这是多此一举，但是呢我是觉得很有必要的。一呢是因为安全，二呢村里人也不知道我这房子究竟改出来做什么。这个旧房子在这闲置了差不多快20年了，经历岁月的洗礼，没改造前呢它顶多就是堆堆杂物，改造好后呢我们将赋予它新的使命。麻雀虽小，但是我想让它功能俱全，上下我都配备了卫生间，这样我们在乡里的生活会更加舒服便利，冬天再也不用上个卫生间就得穿一次衣服，还得顶着寒风跑十几米。像我跟我老公每天不洗澡就难受的人，再也不用隔个一两天就开几十公里回我们另外一个城市的家就会洗个澡。我还给他配备了一个小厨房，虽然我妈做的饭菜充满了小时候的味道，但是呢我更想让家人吃上有营养干净卫生的饭菜，所以呢这个小厨房会按照我的习惯喜好功能去设计它。我喜欢喝茶泡茶，所以我还设计了一个能让自己放空可以安静品茶的茶室，点上熏香，做点茶点，泡壶好茶，三五好友围炉而坐，而非把空闲的时间浪费在麻将桌上。虽然我爸一直说我这些是不切实际的搞果餐，也抱怨我对这个房子的设计很多根本没必要，因为这些小设计给他增加了很多工作量，还开玩笑的说这些活必须要给他涨工资，一点点活让他做得蹑手蹑脚的，但是行动上却很自觉。从没干过工地的老公现在也晋升成了一名熟练的小工，有活干活，没活钓钓鱼，周末辅导辅导孩子作业。我们一家人随着这所老房子的改造，其乐融融，欢声笑语，少了城市的冰冷，多了沟通与奔头，我相信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正在把这个闲置了快20年的猪圈改成一个乐福特的茶室。现在我爸做的是修复加固工作，虽然回乡了，但是我们都还有自己的工作，而工作金融我要远程管理北海的民宿，所以我们只能抽空闲的时候干活。在没有机械工具的辅助下，二楼修建的材料都是我们靠这样人工一点一点的运输上去，很多活我和我老公都是第一次干，像要砌这种3米多高的墙，我爸就是主力，像这种技术活我是压根插不上手，我怕一不小心给他气歪了，墙塌了咋办？所以这个阶段我当个无情的小工是最适合我和我老公的。应该再有2天，所有砌墙工作看能不能完成。
现浇大部分的膜都已经拆了，原计划这个位置是没有柱子的，但考虑到下面的墙体比较单薄，还是决定加根柱子多个支撑点。而我和我老公又开始了搬砖生涯，趁着我爸修柱子跟窗台的时间，我们得赶快把砖运上去，这样子他做好下面的就可以直接砌上面了。下面我设计了三个小窗格，一是为了采光，二是为了装饰。我爸说麻烦，留那么一点点，还不如砌一个整体的大窗户，说了好几天才同意我的方案。等我们把砖运上来，我爸下面也做完了。阁楼上面我们用的是这种宽心砖，主要考虑的是房屋的结构承重问题，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运输跟速度问题。空心砖跟红砖的价格是相差不多的，但是修砌速度会比红砖快一半。刚好拆下来的旧砖我们也用得差不多了，应该也只够砌里面那个墙。不得不说，这空心砖砌起来的速度是真快呀，感觉好像没多久我们运上来的这点砖好像就已经快用完了。然后我爸就在笑我们，村里办公室坐着不舒服，非要回村干苦力，说话间砖就没有剩几块了，感觉我们一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搬砖。难怪不得我爸说累，给别人干活我爸只管砌墙，自己家干活不仅要砌墙还要搬砖。我爸说像我们之前那样一块一块地太慢了，他们干活都是直接扔的。然后我们就尝试了一种新的运输方式，确实这样速度快了很多。这个过程就跟耍杂技一样，路过的人都留下来围观。神奇的是，我居然把我爸每块砖都接下了，熟练的连我自己都惊奇。砖搬完了，我们今天的工作量也完成了。休息一会儿，老爸说明天要帮我们两个人再把房子做好。老公买了两棵金丝楠木，趁这个时间我们去取树苗。这个门梁跟房梁其实是一样的，起着承重的作用，不能马虎。然后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我是米克，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感觉春天没到几天，夏天就好像要到了。没搬几块砖，提几桶灰，就已经是大汗淋漓了。今天要争取把里面这堵墙全部砌完，下午还要开车去接孩子放学。看着到处的油菜花、桃花都开了，真想出去转一转呀！给大家看一下我爸是怎么运砖的，太厉害了！连续搬了几天的砖，提了几天的灰，这个胳膊跟肩颈酸爽的不得了。以前是花钱去健身房找虐。现在是免费锻炼，还外加省钱，瞬间觉得胳膊不疼了，腿也不酸了，赚到了。这是前两期有粉丝说这个墙有点单薄，二四的墙比较适合，建议加构造素加强牢固性。其实前期这些问题我们都是思考进去了的，所以我才没有整体现浇，只是局部，并且下面的高度只有2.1米，加之之前的老砖会比现在的砖要宽1公分，还有厨房跟卫生间的隔墙都能起到承重的作用。重砌的墙衔接处我们都加了钢筋加固的，所以在面积不大的情况下，这种结构是可以支撑的。加上阁楼飘出去1.5米的那根立柱，建造这不到20平方，下面是有7个支撑点的，并且阁楼外围两侧我们用的都是空心砖，减轻了整体楼体的重量。所以除了再来一个像5.12那样的大地震之外，改造后的房子再住个1-2年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做着做着时间也差不多了，等我爸把这边的架子搭好再砌一会儿，我们就该去接孩子了。看来今天马不了工了，不过没事，不着急，明天再继续。那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先到这里，我是米可，咱们下期再见。天气预报说今天要到28度，所以我们得抓紧早上跟傍晚的时间，不然我们今天得三长六短。一大早起来，我们先把今天到我们娘用的钢筋砸好。关于砸钢筋这件事情，我已经驾轻就熟了。如果要论速度的话，还是我爸来得快。这段时间我跟我爸配合的其实还挺默契的，不一会儿钢筋扎好了放上去刚合适。评论区有粉丝说我是让我爸一刻都不得闲，其实我想说是反着来的，每天催我们干活的是我们家老头子。因为每天收工以后，常规惯例我是要看一下北海民宿平台的数据，吃完晚饭开始剪辑白天拍摄的视频，然后配乐配音，一系列收尾工作做完就已经很晚了。鉴于工作的时间性，早上我一般都起不来。我爸妈呢习惯了早睡早起，我们习惯了晚睡晚起，所以回乡以后没少听我爸妈每天早上的唠叨。哎，话题扯远了，回归正题。今天的任务是这堵2米高的墙跟门梁，墙到砌得很快，3-4个小时就搞定了。门梁相比较下来要麻烦一些，门梁呢把钢筋搭好后就开始搭架，架子搭好以后还得做模，做模的同时呢我跟我妈开始拌混凝土。混凝土拌好我们就开始一桶一桶往上运，跟做现浇的流程是一样的，所谓前加上阵，这个门梁很快就已经做好了。然后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收工了。是我搞过程，要不是跟着我一路搞过程。
分一起订。之前我爸一直在中国搞高层，现在老爸也被我拖下水了。大家好，我是米可。一般剩下的这些水泥混凝土，大家会怎么办？扔掉吗？在我这可没有浪费一说，不管剩下什么，我一定会让它物尽所用的。大家可以猜一猜，我这是做的什么？猜对有奖哦。这两天的温度经过一夜的凝固，昨天倒的门梁今天可以承重了。趁着周末全家人都在，今天的主墙体应该可以完工。正面的墙体我们用的都是空心砖，所以呢速度应该是会比背面快一倍的。我们家小童呆子的作业昨天呢也已经完成了，所以今天也加入搬砖行动中，也挺厉害的，这一堆砖都是他搬的。长期一半，我爸跟我老公在搭上面的架子，每砌一边墙，这架子就得拆下来再搭。墙砌得很快，转眼就到老公特别关心的这个窗台。老公一直在问我这个窗台的幅度怎么砌。其实很简单，一般的泥瓦匠都会做，只是做的都比较少。农村自建房现在用的大落地窗以及方形的窗户比较多。我这边设计的是人字屋顶，所以阁楼的窗户就加入了点户型元素。到这里墙体就砌完了，大家看看可还行。今天继续修房改造，要好焊屋顶的师傅今天又没来，那就继续砌我们的墙。今天的任务是室内功能区的划分，这个位置是阁楼下面的卫生间跟小厨房。有粉丝说我们的墙体太单薄，怕支撑不起现浇的重量，大家看一看底下的结构够不够结实。其实这个厨房我是真的觉得有点小，但是没有办法，它的面积只有这么大，一个人操作还行，多一个人进厨房，这个厨房就显得很拥挤了。改造这个房子，很多人跟我们提意见，有让我们把厨房修到室外的，有让我们不要厨房的，外面临时搭个道就行，有让我们把这房子拆了重建的，就觉得我们是瞎折腾，直接搭个棚就可以了的。反正大部分的人都觉得我是吃饱了没事干，但是随着每天工期的推进，改造一点点的成型，现在都在说这个猪圈又变成了小别墅了。就像很多事情其实它都有两面性，有说好的必然就有人说不好的。我妈呢也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不管外面说的是什么，她总习惯又给我们复述一遍，情绪也总随着别人的言语产生变化。什么进度慢咯，这点房子几天就弄好了哟，什么别人又在外面说什么什么咯，情绪的变化总让我觉得我妈的更年期还没有过似的。别人说什么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就是拿一年两年时间来改造它，又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我改造我的房子，分配利用我的时间，进度快慢，设计风格我说了算，这是不是很讽刺？其实人在哪里都一样，我觉得只是在农村里面有这么一个群体，喜欢吃着自己的饭，操着别人家的心。其实这也不奇怪，毕竟乡村的娱乐活动相对比较少。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呢？现在是早上7:30，按房顶的师傅终于来了，等了快一个星期了，太不容易了。尖下料再焊接。我家老头子的性格我是相当了解，今天我要是但凡起床晚一点，没有守着住的话，这个办公架的位置就按着他想法放在屋正中了。哼哼，哪个今天也叫我起床。不过这次我爸的算盘算是算漏了，恰巧今天我是回乡以来醒得最早的一天。果然我爸已经给师傅沟通好了，幸好又给我拉回来了。虽然这次改造最重点体现的空间感就没了。这个顶呢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其实挺麻烦的，光找平定位我们就花了一上午时间，焊接倒是挺快的，慢就慢在第一是搞工作力，二是边定位的同时要把玻璃的墙砖拆除。不得不佩服的是我家老头计算的，整个房里的用料一杆不多一杆不少，刚刚好。看着材料一个个的运上去，房顶也逐渐成型，远处看一下，是我想要的样子。这个从河边捡来的树桩一直都在考虑要给它做个啥。大家好，我是妮可。鉴于这个树桩的腐朽程度有点大，先把腐木剥离掉，看最终能剩下什么。树桩的正面很好看，但是背面却惨不忍睹，应该是长期被河水浸泡所致。把背面切平整，留下能用的正面，顺着纹路掏个洞。最后的用途它应该是一个多入的天然装饰木盆，切割工具掏出的洞不是很自然，换一种方式用火烧一下试试，好像效果还不错呢。
不需要烧的地方用能头转下去，然后就是等它自然燃烧，看着差不多的时候，用火枪把整个木房的表面烧一下，做一下防腐的处理。中间通气的位置还是让它自然燃烧，晚上下了点小雨，早上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剩下就是让多人买回来看我怎么装饰它了，后面我们再期待它的成品吧。看好房顶钢架，今天的任务是高架四周与墙体的修复工作。大家好，我是贝克，近距离参观一下一桶硅造房顶的过程。锅巴的速度是5到15分钟一桶，从刚开始的吃力到现在连桶水都没感觉，这就是反复练习的结果，真正实现了锻炼自愈。只要不下雨，每天坚持锻炼。瞬间想起在北海办的健身卡，从办到关店总共去的次数一个手都能数过来，我就肉痛啊。一张健身卡抵一套老房的改造费，你说它不香吗？刚焊好的房顶四周全是洞，如果不修补的话，各种小动物很容易爬进来，冬天起风的话家里就是冻窟窿。把平钢镶进墙里面，既美观又牢固，只是这个活有点细，不过刚好剩下很多半截砖，这里就能派上用场了。看看我吧，这手艺你就说 less 不 less 吧。这个楼梯是得赶快做了，每天爬上爬下的，上蹿下跳，总感觉自己像只猴子。特别是这种眼看就要下雨的节奏，我这个丰收的寒腿已经在极力给我抗议了，时刻在提醒我今天要保守护，时间不断自我暗示，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了。终于坚持到最后了，一起看一下这个尾收的怎么样。老房正在改建中，感谢你的耐心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房改造的工期已经进行到2/3，现在正在砌的是阁楼的卫生间小砖，墙的另一边设计的是一个砌墙衣柜。我爸听完眉头一皱，啥？买个线槽来往内放不就行了吗？用砖砌都很酸呀，主要是我爸也没见过它长啥样啊。把位置定好，我让我爸先把砖牙留出来。看着留的砖牙，我爸又在说话了：买个衣柜往这一放不就得了？净给他省事儿，干活脏。改造这段时间，手套磨破两双。我爸说我娇气，因为他干活从来不戴手套的。我笑着回他：我这双手干上手套。手套就是纤纤玉手，换身衣服，化了淡妆，我依然是朋友眼中那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优雅女人。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老公也不在场。菜的话，他现在应该会飞给我一个白眼。开个玩笑，化解一下此刻的尴尬。说话之间，卫生间的墙已经复漆完了。我们改造的这个老房子，应该是我们村里面积最小，但是卫生间最多的房子。我爸现在砌的是砌墙衣柜，外面设计了一个宽10公分的小型置物架，方便收纳摆放一些精致的小物件。然后半物架与外墙之间又设计一个隐藏式的收纳空间。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改造后阁楼上面的功能区划分。这里楼梯间上去是一个卫生间，然后衣服收纳，然后床的位置。最后这个片区是一个整体的收纳空间，因为旧房改造的主体即将完成，明天约的师傅盖房顶，还有给墙面做泥粉抹墙。定的树脂瓦今天也到了，反正今天的任务就一个字，完。这一堆瓦是我们当初飞了9.25米之内才完工的，现在又得找个地给它挪个窝，暂且先给它放在这棵柿子树下，腾出这个地方方便师傅带脚架抹墙。磨好墙后，另外工作也可以开始了。这里我要给它做上一个玫瑰花，再做一条十字小路，然后原本已经搬得有些乏力的我，瞬间完全复活，干劲十足。老公是大力水手，看着满满一车，反正我是推不动的。耗时了6-7个小时，瓦片逐步减少，到最后一块不剩。还没缓过劲的我们又奔赴了下一个战场，就是这一堆老房子拆下来的房顶。目前我还没有想到这里材料怎么用它，先把它往外挪一挪，留出师傅可以操作的空间就可以。像这种坏掉的小吃的就捡出来，这些就可以先拿回家给我妈当柴火烧，又是充实的一天。我是米可，咱们下期见。今天是老房改造的第39天，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封顶大吉。定点因为搬砖忙得不亦乐乎，考虑到房子的承重问题，我们最终选择是树脂瓦。为了避免夏天变成蒸笼，后期还要给它加上一层隔热棉，再给它吊个顶。走你！1、2
买个收藏养大养大都不错的。最后一块瓦装上去，让我们看一下整体的效果是怎么样的。我爸罢工了呀，一半的概率这个楼梯估计得我自己坐喽。为了这个楼梯的设计，我跟我爸已经争了两天了。我计算过我的设计是可以实现的，我爸那样做呢也是可以上去的。不过按他想的做楼梯的话，我下面的设计空间就会全部被打乱。我的性格也是有一种成就的犟，认定一件事情呢就不会轻易被改变，这一点呢倒是真随我们家老头。说好听点这叫执着，说不好听呢这叫固执。好在最后我爸还是让着我的，我是真怕他不给我做呀。气呢我也是能气上去的，不过这个稳固性工艺跟结构那都不是一个档次上面的事情了。这是一个有情绪的楼梯，看得出来我爸嘴上虽犟，但是按照我的方案做着做着他还是认可了的。我爸老说我思想太跳脱了，农村的房子随便整整，他们的思维很多都停留在能用就行。但是在我看来，生活不能将就，即使在农村我也不想降低我的认知。所有一切的根源都在于我们想要什么样子的生活，就像这个楼梯一样，我的坚持期间就是因为我想要这样一个楼梯。就算我们家老头罢工不给我做，我也是会想其他办法去实现它的。终于我的楼梯修好了呀，历时41天，我们自己设计亲手改造的这个老房子终于进入了抹墙阶段。一大早我们拉回来了一车细沙和一吨水泥，师傅来得特别早，细聊之下才知道这原来是我爸20年前的朋友，所以活给我们做得特别细致，特别是墙顶与树枝瓦之间的缝隙收得特别漂亮。抹灰之前每面墙我们都用水浆用水给它湿透，这样才能使砂浆的吸附力更强。这里因为要开槽安装水电，所以只做了一层打底跟草坪，等水电开槽然后安好管子，然后我们再来做第二层。室外也是做了两层，但是我没有要求收光，面上只做了草坪还有粗砂板，稍稍收一下就可以。抹灰我们水泥加的稍微多一点，预计的一吨水泥一吨细沙可能不够，又叫了一吨。房子不大，沾着抹灰抹了2天都还没有抹完。我们这边水电开槽的师傅特别紧张，好几家都在排队等他，所以今天能抹多少是多少，先把水电做了，然后师傅再回来帮我们继续抹。然后今天就是这样，感谢你的耐心观看，我们下期再见。今天是不断翻车的一天，这个门从买到安装就没有顺利过，定做的时候说10天发货，结果硬生生拖到15天才发货，还不是我们要的款式。发回来的时候门脚还歪了，这都不说了，说一下我们安装的翻车现场吧。第一次安门怎么都放进去，门太重了，不管怎么移左右边总是卡不进去，门是修不了的，把门拆下来修墙吧。简单，我把3下5除2修好了，再搬过来下一下试试。这次呢门是放进去了，左边先卡进去，右边再踹2脚也进去了，但是右边下门脚歪的地方又给卡住了。没办法，拉工具得凿啊。随着我爸的一句完了，工具还在里面，我还没反应过来我爸已经开始爬窗了，工具递出来我就开始凿墙。没想到平时第一次挖墙角居然挖的是自己家的，等门框都牵进去的时候，我老公从包里把钥匙拉出来，我这心里真想给他捶一顿，有钥匙干嘛爬窗呀。我爸心里不禁想把他捶一顿，如果是我的话，我爸估计已经开始口吐芬芳了。门框嵌进去以后开始调整，这个没有问题，接下来就是不断翻车的过程。我爸跑了好几个地方终于找到合适的砖头，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膨胀螺丝钉长了居然拖短了，一定把这个膨胀螺丝进不去也出不来，卡在这儿了。没办法，我让我爸去重新买一个长一点的砖头回来取这个膨胀螺丝钉，结果买回来砖头不长了，但是型号小了，于是又跑了一趟去换了一个大点的型号砖头。10分钟的过程我们硬生生的站了2个小时才把这个门框固定好。接下来按锁夹子，连我这个按了几百把锁的师傅上场了，但是也翻车了。按好锁后垫子被放进去，于是拆了又重新安过，左边的门把手长焦又发错了，这边联系厂家重新安。我心累呀，按了大半天居然按了一个半成品。旧房改造第43天，约了一个多星期的开槽师傅今天终于过来了，沟通好水电的位置，师傅拉上他的工具一顿猛如虎的操作，墙上一道道槽就已经开好了。我爸也拉上他的锄头把预埋水管的位置挖好。今天是4个师傅操作，我负责指挥和摄像，我爸负责水管挖坑，然后清理战场，最后修复墙面。
开采的师傅负责开采，然后预埋线管；水电师傅负责定位，然后接水管。师傅们都说我这房子虽然小，但是用到的材料一点都不少，开关位置多，插电位置也多。正常农村一组线就可以走完，我们却走了三组线。没办法，身上我们电器比较多呢，厨房的电饭煲、微波炉、电冰箱、烤箱、净化器、压力锅、空气炸锅，还有破壁机，都需要插座的位置。大师的投影、监控，各个地方都需要电。房子室内外的氛围灯、照明灯，我爸不停地剪，我在不停地加，各种用途都考虑进去了。生意最大的空调插座，最后还是没有给我安。没办法，后期吊顶的时候把桥头接在顶上吧。我是一个细节控，小的细节我都想让它尽可能的完美。看到粗糙的位置，我都想钻漏洞乱跑跑。老哥今天想出去玩的，叫我订好位，不用守着了。太了解我爸是一个嫌麻烦、图省事儿的人。我如果不在的话，他肯定给我改的很简单，只要能照明，一根线他绝对不跟我留两根线。一个插座也绝对不会同时给我留三个插座，因为他觉得我的那些氛围灯的位置以及预留的多余的插座都是没有用的。不知不觉今天就在边讨论边操作的过程中度过了。旧房改造第44天，今天的任务是室内所有墙面跟地坪。就是干了快的很，加了两瓶水袋干了快的很。室内后面不做乳胶漆，所以我给师傅嘱咐的是能收多光收多光。楼梯的膜也拆掉，方便师傅操作。天气原因，墙面有一点干湿不均匀，墙面撒的水一会儿就干，用水枪尽可能的多撒一点。阁楼墙面磨好以后，快速先把楼上的地坪打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专心做楼下了。楼上地坪收光的同时，楼梯抹面也同步进行。这个跟我爸有很大争议的楼梯最后成品出来，效果我还是非常满意的。大瀑布斗造型也契合空间，同时还能满足收纳。看下成品这个特写。哇，你看袜子都挺好看的。今天的时间紧，任务重，所以我们全家都挤上阵。楼梯刚做完，我爸就已经开始在做最后一个地面造型了。抢时间呀，因为外面好像已经开始飘小雨了。加油！这会儿只要手上没有活的人，全部都参与了踢灰的行动当中。人多干活就是力量大，不到一个小时地面就打好了。有一个师傅收工，其他人转战室外。室外这个地方我本来是不打算做地坪的，考虑到我爸已经为我妥协了那么多次，他的考量也有一定道理，这样的设计在水泥地上也能实现，所以就这样吧。今天的任务是清理埋在小院里面的这四块巨大的石头，还有木桩定位。可别小看这几块石头，我们可是搬了大半天的。为什么这么慢呢？因为它是纯手工打造。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指点，我能撬起地球。这一抬一拉之间，处处都体现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呀。如果没这根杠杆，这几块石头估计我们是真的搬不过去。我需要给他麻烦吧。麻烦了。看那个大锯子在哪？清理完这几块基石，我们就开始给篱笆贴木桩。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所以一排我们就给它定三个桩。妈妈，锯好木桩，和点水泥，就开始给木桩加固，让它凝固一晚上。明天我们就可以开始给篱笆做地基了。小花园正在建设中，请持续关注。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和建议，也可以告诉我呀。今天的任务是做花园四周的围墙地基，还有小鱼池的。老公对这个小花园特别期待，干起活来也特别卖力，好久没看他干活这么上心了。今天他是主力，我是打下手的。他推砖呢，我就给他捡一捡；破沙呢，我就给他倒倒水。果然是人一旦有了梦想，就动力十足呀！我玻璃倒一次就得行了。啊！老汉今天是防水吗？这个地面土太松了，为了防止地面下沉，所以先给他铺一层混凝土。如果只做篱笆墙的话，这一步可以省去。接下来我们要把鱼池的轮廓挖出来。因为我们做的不是下沉式鱼池，所以不用挖太深，找平就可以。再铺一层细沙在下面找平，然后给它铺一层砖，把鱼池的形状面积铺出来。这里铺的砖全是我们以前剩下的边角料半截砖，铺这个砖就跟玩拼图游戏一样，过程特别解压。拼好后，我们的小鱼池是这样子的，再把缝隙填一填，明天就可以砌围墙造型了。小花园打造第4天，今天的任务设计小鱼池的造型墙。在前我准备融入旧房拆下来的小青瓦，量了一下宽度，18墙刚好合适。整个小花园的造型墙我都用的是这种老砖，因为喜欢它身上的沧桑感。这种岁月的沉淀可不是做旧能做得出来的。
还没骑到一半就感觉砖不够用了。所以老公推着他的三轮车满院子找这种老砖旧砖，一车车推回来，然后我才给他修整出来。屋前屋后哪怕是埋在土里的旧砖都给他刨出来了，这下做小心墙应该够用了。砌到合适的高度，再把瓦片镶嵌进去。边做边看边整理，所以说呢，速度就稍微慢了一些。看一看天，今天应该砌不完，就这样吧，明天再继续。继续砌我的围墙造型。有粉丝在私信问我有什么不会的，看到我的视频也有冲动想回家把老家改造的。其实我也不是设计出身，只是没事喜欢去工地看人干活而已。本来今天兴致勃勃的想把花园都砌完，结果天不遂人愿呐，一没留神就把我的脚给崴了。咔嚓一声，当时就起了这么大一个包。下午整个脚背就肿成这样子了，我的活干成这个状态只能停下来了。床上躺的这半天简直是很煎熬呀，老公这根人肉拐杖又不够我，只能把我扶过去搬个板凳陪着我爸贴砖。也不是我不放心我爸，只是真的闲不下来。我家老头做了一辈子的泥瓦匠，最擅长的就是砌墙跟贴砖，还有擦火罩跟用瓷砖做竹篾。改造老房子这段时间，想请他干活的人也是来了一波又一波。弟弟，下点消息吗？安葬的啦，安葬的啦。要不要啦？我们这个用竹建改造的 loft 房子，这几天一楼的厨房跟卫生间瓷砖已经贴好了，现在正在做的是橱柜。快乐个！橱柜全部都是用瓷砖做的，现在整体的框架都出来了，再差几步就可以完工了。老房正在持续改建中，如果觉得对你有用或者喜欢，就点个关注吧。虽然还有一点肿，但是淤青已经消失了。看着已经丢下进度的小花园，只要不是重的活，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做一下的。老公说看你憋得慌，给你和点灰玩一玩。老公给我递砖递灰，我就站着不动气就可以了。每天就算砌一点点，至少都算是在进步。看他摆在那儿，我的心啊就是无比的慌张。现在砌的是一个花台，我准备在这里种上一棵红桃树，等磨好灰以后我再给它做一个小造型，让花台外面的小鱼池水循环起来。我以为这个活不重，没成想还没砌多少呢，我的脚已经开始胀痛了。老公给我搬了张小椅子，让我坐坐把剩下这点灰收拾了，就不要做了。仗着自己恢复得快呀，看来还是得要量力而行啊。把小鱼池外面的造型弄好，今天就先这样子吧。连续下了两三天的雨，今天稍微晴一点，继续垒墙。同样的，最下面砌幺八墙，墙砖砌法其实有很多种，最窄的六分墙，接着幺二、幺八、二四，这几种墙都是最常用的。这个位置砌幺八墙是因为墙面宽度跟小金瓦的宽度一样，方便我做造型。砖砌好刚好是两层幺二墙的高度，然后再依次码上小金瓦。这里是要做两个造型的，这个高度拍一层小金瓦其实是有作用的，并且后期院子做好的这一层瓦是看不见的。很多人就会问，那既然看不见，砌它有什么意义呢？它的作用就在于里面虽然看不见，但是外墙看得见。再有一个，下大到暴雨的时候，瓦片与瓦片之间的缝隙就会变成一个渗水层，这样花坛里面那些需要控水的东西就不会漏根了。除了内置的排水系统，再加上花坛的外墙渗水，就算下再大的雨，我也不用担心我的小花园会变成一片汪洋了。刚骑到这个地方又下雨了，看来今天又只能休息了。天晴了，要开始干活了。今天的任务是把这一小段的小青瓦花墙垒起来。
当初留下这堆小青瓦的时候，我就知道它肯定有大用处。家人想到的都是我会拿来干什么东西，但是肯定没有想到我是拿来用它做装饰的。同学听说我想到几个轮胎，今天特意开车给我送了几个过来。人美话不多，谁都没来得及喝一口，卸下轮胎就又走了。当然过程少不了我家老头这个技术指导，我说这个小花园我要亲自打造，所以这段时间我家老头就愉快地喝茶去了。虽然我的手脚没有他的快，每天回来的时候看到进度还是会说啊，又高了一截呀。本来我是想把这个造型墙砌到木桩的高度，但是所有人都说这个高度可以了。我有只剩3%了，最后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高度可以吗？今天的天气是真的太好了，撸起袖子开始砌这个未完工的鱼池。之前有小伙伴认为我背后这个半圆是鱼池，其实里面那个圆是个花台，我坐着正在砌的这个板块才是鱼池。其实我很喜欢这个鱼池的造型，一直都喜欢那种方方正正的东西，但是这个鱼池的弧度线条很柔，比较契合我这个小院安静的主题。刚开始有规划做这个小院的时候，我爸想的是把这一块整个打成混凝土，然后再用砖给我砌几个花池子，特别具有乡村特色的气息。对于我这种好歹也设计了几十上百套民宿的业余非专业设计师来说，这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呀。其实乡村的资源比城市丰富很多，房子院子都很大，如果好好利用起来，村里的人绝对天天想往农村跑。最后再给花台修个辅助，这个区域的主框架就出来了。大家好，我是妮可，今天是旧房改造的第59天。小花园的进度虽然慢了点，但是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的手脚太慢了，再加上之前脚受伤耽误了一段时间。昨天同学送过来的轮胎今天立刻就可以用上了，现在墙上既可以造型也可以当花盆了。固定镶嵌对于我来说还是稍稍有一点难度的，折腾了快一个小时砌了个半成品。我家老头实在看不过眼我这个速度，还是决定帮我完成剩余的工作。对于我这种随性砌墙全凭感觉，率性而为毫无章法的行为嗤之以鼻。这是我老头砌的墙，工工整整，很土素质，砌之前的定位拉线红外线我是一样都没用啊。所以我家老头经常说我想一出是一出，虽然说能砌，但是一点都不规范不专业。你看我是咋回事，那是专业的。你看我的轮胎砌的还是可以噻，等会儿喊老师把轮胎给我重新砌，再砌高点儿。怎么说呢，师傅就是师傅，我砌一块砖的速度，我爸就已经砌好5-6块了。无论从速度、专业、工艺，都是直接的实力碾压，你不服都不行。有了我们家老爷子的亲自上阵，速度直接牛车换汽车。小院正在持续建设中，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旧房改造第60天，一大早就从床上蹦起来了，因为今天安排的工作量很大。上午我们要把所有院墙全部都砌完。砌好右侧的院墙，再把之前的造型墙补一补，让整个院墙看起来更齐整。今天我既是小工也是整个员，跟我们家老爷子配合的也算很默契。材料送来的也很及时，刚用完马上就可以补上了。砌完货我们继续砌墙，到这里院墙造型工作马上就要完成了。好，哪块不砌，哪块不砌，不砌，我马上备。做完午饭，我开始清理还在土里的草根。土太肥了，里面的草根也太多了，就挖了这么一块，喷出来这么多草根，是个草。那就把它弄完了以后，整个花园就完蛋了。清理好草根后，我们开始往院里填土。这个土是我们家老宅基地的土，离小院大概有20-30米的距离。小院虽然看着不大，我们大概会填了差不多20-30车。
规定的土，我们也有一个这个水源的坡度成型，然后再把它夯实了，在静止地板上，明天就可以打地坪了。然后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小院正在持续建设中，我们下期再见。旧房改造第61天，上午师傅来把主布门拿好了，不怎么喜欢，我来给他改一下。3、2、1，这下喜欢了。今天趁着小花园的土都还挺湿润的，爸说的要多等一天再打地坪，之前留了一些活等安窗以后再做，刚好趁着今天把所有的细节都完成，晾个几天等各笔材料到了，我们就可以做室内的装修了。这是我早上转了半个院子找到的树叶，突发奇想做了个小玩意，干了，翻过来看看有没有惊喜，应该还不错。拆掉附着上面的浮沙，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再把上面的叶子切掉，就变成了一个漂亮的水泥叶子，叶脉的纹路非常清晰，那头鱼池没有淘到好看的流水，就它了。日落西山，老爸这边的工作也是我的，最后一遍是光，剩下一点没有用完的沙墙，刚好补门口有点凹陷的，这样下次下雨的时候门口就会积水了。做完收工，妈妈的晚饭快做好了，我们下期再见。旧房改造第62天，原计划是今天把小二楼的土打了，我爸踩了一下土，今天打不成，土面还没有完全夯实，让大家下手，不然地坪做出来会有空鼓，土回填后土泥池就有点矮了，顺手给它加一层，剩下的泥浆给它抹到墙上，别浪费了。用点草灰把种植区划分一下，我爸计划是地坪全部打完以后再砌花台，这个操作让我瞬间想起来了混凝土上种红薯这个梗，想想这么肥沃的腐蚀土要被埋在混凝土下面，就觉得特别的浪费，所以用小青瓦给它隔开。隔断造型我用的是2层小青瓦，这样既好看又耐用，再灌入水泥砂浆，等它干透以后跟砖头一样特别结实。需要砌砖的地方还是给我爸上。没砌多久开始下雨了，还有几桶和好的灰，给我爸打个伞，想着最快速度用完它，结果雨越下越大，没办法，只能收工，明天再干咯。旧房改造第63天，继续砌昨天因为下雨未完成的花台。早上起床看见我爸的小叔叔不在，就知道他肯定去街上喝茶去了，这个懒也偷不成了，只有自己砌了。现在砌的这个花台要种3种植物，爬墙的风车茉莉，做造型拱门的蓝雪花，还有我老公指定要种的一棵葡萄树。接下来砌第2个花台，这个花台是双层造型，外围这一圈小青瓦的高度是准备拿来种草莓的，这圈规划的也是3种植物，计划种的是蓝莓、牡丹以及爬墙的百木香。快吃午饭的时候，我爸回来了。快来吃什么？你要吃什么？回来了，我就能偷懒了呀。剩下的花台交给我爸来骑了。估计我爸心里现在应该在想，早知道晚点回来。其实只剩2年装了，关前我应该是可以完成的。但是看着我爸回来以后，我感觉就干不动了。今天晚上下，还有这明天再待的时间。我爸看天气预报说今天还要下雨，昨天也是上午大太阳，天气好得不得了，下午下雨。花台砌好了，就等老天爷再下点雨，让地面的泥土再下沉一点。需要硬化的地方我都已经隔出来了，这个空间是留着做洗衣台的。浴池旁边的长椅跟花台等硬化后再做，今天就先这样，下期再见。这一棵雕琢一下也能出东西，收了。这个配上文竹跟苔藓也不错吧。以前好多漂亮的石头，现在少了。老公，我捡了个粉色的，你看。嗯，好大。以前池塘河里面有很多菊花石，今天我们一颗都没有找到，太晒了。再捡下去成肉干了，先捡一些回家去用着，下次我们找个凉快的时间再过来捡。傍晚的时候，我家老爷子回来了，这会儿凉快，刚好把这个放了好几天的路灯给安排了。有了这个路灯，晚上就不用担心小鸟一起骑的了。家院正在持续建设中，感谢您的耐心观看与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旧房改造第65天，今天的任务是把砌好的花台和鱼池抹上混凝土。浴室内部先初步打一片底，等混凝土蒸发期间，我们开始抹旁边的花台。花台上一遍混凝土就可以了。想要把花台抹得艺术一点，所以我们收的是幅度的墙，抹
磨好后，我再用磨刷给它拉毛，刷出和砂的颗粒感，再来修整一下边角的弧度，这样在造型上它就不会显得太硬。混凝土干后呈浅灰色，后期搭配上绿植，它就会显得很温柔。只要后期不搭配大红大紫的花，混凝土也是可以做出高级感的。现在玉石抹第二遍，这一遍要求里面全部收光，后期再刷一遍纯的水泥浆，就能起到防水的作用。玉石外面再画一个造型，嵌上我们昨天从河沟里面捡回来的石头，装饰一下，让它显得不那么单调。外围用旧酸气的花墙，我做了保留，用抹灰，这样小花园就会有一种错落跟层次的感觉。再把门口的花材也抹了，这样小花园跟旁边的房子就能形成一个整体。中午阳光正烈，我爸说他晒了，明天早上一大早再打这批，所以下午凉快的时候我们先把栅栏做了。栅栏我们采用的是经过防腐处理的竹子，这样的造型简单好看，也方便爬藤植物造型。整体看一下小花园，大概的风格已经出来了，搭配上高低错落有致的绿植，已经可以想象到它成品后是什么样子了。就再把篱笆下面填上混凝土，今天就可以收工了。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旧房改造第66天，小花园终于可以做地面硬化了。现在是早上7:30，早点动工，免得中午顶着大太阳会是很肉感的。动桶提起来是太慢了，是老公推过来的独轮车，一下子效率就变得高了很多。又到哪里？老公负责运输，老婆负责找平，我来弹开。半个小时，早上和的灰就用完了。还有一小半的地面没铺上，于是接着再和一堆。所有环节中我最怕的就是和灰，这个可是个力气活呀。灰和好了以后我们接着干，水平找好以后，老爸开始抹平收光。我也开始洗石头，准备做门口的地面造型，先在小花园的门口正中画一圆，然后老爷子把周围抹光，我用石子在旁边拼出要用的花型。爸忙着地面硬化的收光，没注意到我拼的花型一脚给我毁了，也没想拿着石头就往里贴。一堆石头大小不一，没有按拼好的花色摆的话就很难看，是我一把石头撬出来，重新把花型摆好，再按拼好的花型顺序一颗一颗把石头嵌进去，嵌好以后老爸再来收尾。花型做好，我们再把墙旁边的小排水沟堵起来，这样下雨的时候路面上的雨水就不会移到小花园里面了。小花园做了地面硬化以后看得清爽多了。这时老爸开始第二次收光，第三次收光，第四次收光。傍晚的时候我用钢丝球把石头擦出来，免得水泥完全干透以后就擦不出来了，顺便用锯子把竹篱笆修平，不过用力过猛手割到了。小花园正在持续建设中，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我们下期再见。